好，创下我刚刚播给观众朋友看的萧美琴昨天晚上在政大的这一段演讲哦，在年轻世代哦引来非常多的讨论跟回响。是的，其实当他回来之后，至少在政大这边呢、哦，他就讲说萧美琴哦，当然不用讲侯友宜啦，上次侯友宜第一次垮掉就在政大，说萧美琴讲的比柯文哲还精彩。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现在整个民进党对于副手的运用里面，明明有一天见。不会用，不敢用，怕一天见光芒太亮，这个才是他们现在真正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想说萧美琴是一天见呢？因为这个东西哦，他们没有全部扩散，但是我们刚刚看到了那个东西，整个萧美琴展现的这个副手的格局和气度，已经跟过去不一样。过去选个副手，我们都说是一天新闻，在政治上、形象上有个号召，但是你看萧美琴呢？他是开始有点像欧美的那种副手，是可以到分进合集到不同战区扩张票源的。为什么讲呢？第一个呢，萧美琴在这里面的演讲面对的是年轻人，年轻人是对于进步价值是有渴望和期待的，所以萧美琴就直接讲了婚姻的平权，2006年他是第一个提案的，而这提案之后，当时因为整个国民党没有注意到，就突然之间过关了，过了程序委员会，但是最后呢被挡下来，谁挡的？他马上抓到，因为政大在文山区，就是文山区的赖世宝、哦。你看这个顺手球，进行一个攻击，这个技术是很高超的。然后呢，再讲说后面呢，他要呈现对这些年轻人讲，我是有抗压力的人，所以他的办公室助理接电话被骂到爆，被骂的是几乎是骂了很多，但是挺下来了。最后这个法案2018年过了，2021公投然后过了。所以他是跟年轻人讲说，我是支持进步教师的，而且我不是嘴巴讲，我是用了10年的时间做到了这件事情。所以当然对年轻人来讲，哎，这个就有加分的作用。然后第二个呢，而且他昨天讲，他还要再推动人工生殖法的修法，让同志可以有生育权。对，然后甚至哦，台湾社会可以再前进哦，讨论代理孕母。就反正台湾社会少子化，小孩已经这么少了，有人愿意生、愿意养哦，都要想尽科技跟穷尽一切力量帮助他们达成心愿，因为这样会让小孩数目多一点。所以他是不回避各种的，很可能是比较保守的人反弹的价值。他可以展现出来，那当然对于年轻选票是有帮助的。第二个呢，他当然要去告诉人家说为什么要支持赖萧，但是支持赖萧里面他的态度就发现是非常的精准，看可以让年轻人觉得买单的。第一个呢，他当然要讲，因为他和赖清德在目前这六个人里面资历最完整，而资历最完整不是说因为就倚老卖老了，比资历，年轻人最讨厌比资历了。他说台湾确实有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里面今年累月的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解决的，那你怎么可以让新手上路呢？哎，这样一讲下去，哎，年轻人就会买单嘛，所以他有很精准的抓到这个。再过来呢，如果说你就是老气横秋的，我们做得很好，你怎么可以不投我呢？这个东西年轻人不买单的。所以你看他的讲法非常精准，他讲的是我们不是最完美的，但是我们是现在三组里面最好的。哎，这样子就已经不是那种指责式的，不是那种老气横秋的，不是像赵少康那种指导者的，哎，他就可以赚到。然后他又讲说，确确实实这8年下来，其实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还有很多可以进步的空间。我像一讲下来，年轻人就觉得，哎，你是站在可以理解的，你愿意倾听的，但是呢，还是怎么样？不管将来，还有他们有问到转型正义，转型正义还有很多需要推动的，但是比较一下这八年民进党所执行的和马英九那8年，你比较一下，所以他其实有火力，但是这火力是非常技巧，所以年轻人会买单。然后呢，再过来的时候，当然对于台湾的状况里面，他会讲到的是维持现状是现在大家最满足的现状，80%以上，但是也是台湾最大的公约数，所以小英路线就是没有问题，也是我们的那些主流国家愿意做的，也是他在驻美大使里面所以做到的成就。而最想破坏现状的是中国共产党，所以这里面呢也让年轻人呢知道那种，因为国民党一直讲的票投赖清德、票投萧美琴，青年上战场，哎，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要打仗，就可以做一个政治上立场上也做一个呼应。然后最后呢还要特别强调说，他其实啊，驻美代表是从驻美代表实习生开始，那么年轻就可以在民进党，然后抓一件事情，年轻人才是给民进党
最给年轻人在民进党才是最有发展的机会，所以他这样就把他给抓上去，所以其实他的整个讲话这场演讲就可以代表着他是有能力帮赖清德一直在那边持平，年轻人那边一直偏低，如果善用他，一天见出鞘是可以扩张的。然后当然现在的选委回到那民调，不管怎样呢，基本上现在是蓝绿在对决的一个基本格局，那赵少康这个副手有没有功能呢？当然也有，他把整个蓝盘几个巩固回去，所以现在侯友宜拿蓝军的大概90几，但是现在接下来状况是说，然后呢你动员造势巷战都只是固本，对，你要怎么扩张呢？对，所以你会看到侯友宜也想扩张，外交政策出来了，他是要去处理掉他先前的以美论，那以美论里面就捡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葛莱仪，这个葛莱仪马上发推特说我没有挺你，但是这里面呢他们就收回去，可收回去的时候，你知道这里面整个侯友宜哦犯了哪些错误，第一个呢，美国人很在乎个人肖像权，那你如果要将来主导国家的国政外交，你对这些事情都不懂，你对这种，你看上次那个郭台铭就犯错了，对，郭台铭见了傅立曼没有经过傅立曼同意，马上就撤掉，对，让你整个你要这个就侵犯到了欧美人最重视的个人肖像权，那第二个呢又推甩锅，甩锅给就是那个所谓里面的小编小组，大家其实觉得你今天是要发表外交政策，好，他外交政策的文件一定是重要幕僚看过审过的嘛，所以很有可能不是陈国军就是金小刀审过看过嘛，对啊，所以你甩锅给那边，其实坦白讲侯友宜不理解美国人重视肖像权，我觉得也可以接受，因为 他很理解，我也觉得蛮怀疑的，但是金普聪还在啊，我昨天特别问侯办的人说金老师现在有没有脱离，他没有，而且金小刀当年是驻美大使，对，金小刀绝对不敢乱用这些老美的合照，金小刀是驻美大使，而且金小刀我也问他说，我记得小刀爱新觉罗一向非常龟毛，什么东西都是求到非常细的，然后对，那我说那这个事情你说金小刀没看过吗，他不讲话，然后另外一个朱立伦，朱立伦是 CIA 要保护的对象，对美国也很了解，然后呢赵少康也留过美国，所以今天犯这个错其实他们就是故意要蹭，但是蹭了以后不沾锅要甩锅，所以这个就操作不好，那至于柯文哲的副手没加分就算了，他比较像社会心理学讲的日本的一些觉得我已经年代不在时代不在，但是呢总是觉得别人哦是不顺眼，总是觉得别人不行的那种阿伯，所以这个柯文哲现在撑不出来，开始讲到内湖交通，开始去骂整个蒋万安又没有我聪明，又没有我勤奋，可是这个情况之下你会看到的是柯文哲现在窘迫到已经不知道自己该讲什么话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宁官，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叫做宁官说说看，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按下小铃铛。